高岭，一个位于太平洋中心、盛产天才年轻科学家及偶像明星的新兴移民城市。其中高岭大学和 AU 女子唱团代表了高岭两大产业的最高成就。学长，哎，待会儿再犯花痴，先办正事儿。知道了。哎，六班班主任和那个丁大头好像去礼堂。他们走到哪儿了？要进教学楼了。哎哎哎！啊，丁大头又回来了。你让我下来，先让我下来。行不行？都看清楚了吗？我的眼力你还信不过？好吧，我来跟你分析一下。嗯。体育课的下课时间为9:53，比一般下课提前2分钟。这个点还在操场打篮球的，应该是小英和小黑那帮人。他们每天会在10点整，准时去食堂买东西，时长大约在5到6分钟。如果算上这一段老师走路的时间、保安移动的速度，还有交班的时间。再排除所有老师和同学来操场的可能性，我们的最佳路线应该就是以每百米25秒的速度从东北城 B5 路口直达教学楼。出发时间是9:51:32。 B5 口在哪？这儿。时间呢？哦，还有3秒。还不快？哇，早安，你等我啊！这次有什么理由啊？我演唱会要排练。不舒服。路上车太堵。好吧，我承认，今天是我起晚了。来的路上，又被粉丝堵了一路。所以迟到来。好吧，那就看在你们这么诚实又这么有默契的份上，奖励你们一下，去打扫生物实验室，怎么样？